我是无才调查大侠，啊，不过上路，我是一个重情重义、讲话算话人。你无袂记你的目标，你就好啊。我的目标，一定国的名声，那是阮阿爸留落来，我哪可能放袂记？我会比我家己放袂记，是另外一件代志。你讲话敢有需要安尼撒卡来接吗？敢有？那迄真实嘞，我会记得我较早讲话真好听。我捌甲一个人讲过，我会逐工人伊笑，互伊做上幸福的人。我会亲手金珠你，一世人甲伊念条条。不过谁知影，会当互伊笑的人毋是我，伊的幸福内底嘛无我。伊佫甲我讲，以后一人行一路。徐荣，我不能，你莫惊，我今晚随送你便宜。受伤，刚最严重。阮已经详细检查过啊，好佳哉，筋骨拢袂要紧，只有淡薄皮外伤尔。上重要的就是腹肚内的囡仔拢无问题，大人囡仔拢平安。伊腹肚内有囡仔？囡仔才有心啊，敢讲你拢唔知影？